改天是哪天，下次是哪次，以后是多久，真的太好笑。永远有多远，就是爱的不够，他活该接受你走的理由。你打算什么时候来见我，在三十二号二十五时六十一分，在星期八的那个早晨，我不是一个人。你打算什么时候来见我，在未来某年十三月的那个黄昏，可就是没有一个时间我会再等。在等。